为了这次比赛，我也准备了很充分。希望这场比赛我能发挥得很好。大跨步的摆拳，如果得，我相信最终的比赛胜利是我的。大家好，我叫郭家超，来自北京黑虎搏击。2024年10月12日，各个项龙中斗将在中国澳门激情开战，龙斗一触即发，请期待我的表现。中国澳门不见不散。